今天在这里住了第四天了，哎呀，现在起来，今天奇怪了，这些人没来唱歌了，这些退休的一些大叔大妈们，阳光明媚，哇，空气清新啊，我把铁锹放出来，铁锹下来，该你出来活动了。他一上来就是八，每天这个习惯非常不好。这边的天气说下雨就下雨了，朋友们，突然之间就下下来了。刚才打了电话物流公司，明天车子就会到了，现在车子已经在贵阳了，到凯里大概几个小时就能到。我把铁锹放在笼子里了，下雨了。下雨过后，今天一天又快过完了，现在是晚上的6:30，准备要去前面吃一个饭了，然后车子前车明天到，小方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。我把快餐打包回来了，然后刚才把这个弄好了，肉啊饭啊泡起来，这个给铁锹吃，来给你。朋友们说让我把这个碗留起来，这个碗确实差点扔了，我就把它捡过来了。我就走了，没事。我是影响你不？没关系啊。朋友们，刚才接了一个电话，起床了，车子到了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哇塞，阳光明媚，好大的阳光啊！现在是早上的8:00，穿鞋子，一会那个滴滴过来了，离这里差不多5公里。哎呀，我这个车就不骑过去了。现在坐上出租车了，到那个提物流点。大概5公里不到哈，6公里多，我这里显示4.7公里。哪有啊，你看，6.2，我到这里6.2。好，也很快。我现在到了这个物流点了，天翼物流在哪个地方呀？我感觉好像看到了，看到我的车子了，天翼物流。单子拿到了，现在取车子是哪一个件呢？应该是大件。大件的话应该是在门口还是在哪里？这个车子只有这一个件吗？它有两件吗？还有个配件，对。这个要打开呀，打开。打开的话，你自己打开。这。哎呀！先睹为快，车子到了，朋友们，哇，感觉好棒啊！这个我要怎么拿出来？基本上拆的差不多了，就是这个包装的这个纸，这个要把它拆下来。这是我的一个水管，这个地方要把它改一下，要搞个盖子，这样子的话有点。有点那个，然后，哇，上坐垫，这个是2个电池，续航600公里啊。然后这个水管，他说，车子装好了，这是我的一个水箱，这个水箱我还要去调整一下，把这里弄一个盖子。啊，一定弄一个盖子，然后上面弄一个小孔，小孔弄一个盖子，放水的时候那个孔打开，必须要弄一个。这个水箱挺好，真的挺好。然后这个也是活动的，可以拿出来的，这个没事，如果不喜欢可以拿出来。然后这里是水龙头这样子放水，哇，有水出来了，哇。好，我现在来试骑一下，朋友们。
车子装好之后，现在装这个太阳能板，这个太阳能板也要装上去。朋友们，我一个人把太阳能板装好了，我以为很难装，这个很简单很轻巧，因为这个是铝合金的，好轻啊，轻轻一放，往这个管里面一插进去，螺丝一扭就好了。先把底下四个管搞好，搞好了之后再把太阳能，然后插在这个里面，插在这个里面几个螺丝全部扭紧，很简单。当然有两个人是最好，一个人也没关系。该装的全部装进去了，包括一些零部件。哎，他说那个备胎放哪里了？有没有备胎呀？我打个电话问他一下，备胎有，一共是有几件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螺铁的。备胎我没看到，我要打电话问。刚才检查了，备胎也有了，全部装好了。然后我让他太阳能板前面要低一点的，低一点的话，那个风阻啊就往上面走了。这样子装起来非常漂亮。然后这个水箱这里也有了，哎呀，太棒了。这个骑行起来就是户外用水啊，这一块就是方便了，还有水龙头，这里还雕刻了我的名字呀，哎呀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太阳能的一个充电线，这里从这里绑下来，下来下来下来，从这里下来，线加插在这里，这里是充电口，好，然后这个电用的差不多了，跟朋友们讲一下，用的差不多了。就把这个插头拔下来，拔下来之后插到那边去，插到那边去，然后用那边的电，这边用太阳能充电。如果这个充满了，再把那个这个插头插到这边来，太阳能的线再充电给它那边充电。好，这个它这个线预留的很长的，够的，非常棒啊。这个是链条，这个链条看很粗犷，那边都是很粗犷的，很棒啊。现在我要骑回去了，骑到铁锹那里去了。现在骑回去，哇塞，这个太轻巧了，走了，这个车非常棒啊，好骑，哇，凉爽。这个太阳能它是比我那个太阳能宽又大，这个400瓦的又长，这个充电，哇，非常给力。现在我骑到我的露营地去，然后插起来给它充。现在这个电是62%，因为它这个电里面不是满的。我把车子骑回来了，这个车子太帅气了。哎呀，这个太阳能控制器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电压，充电电压是54.6，然后一个光伏是40.5，40几啊。那它充电的话可以达到7-8安左右，那这个速度快啊，一天可以充个2点几度电，这个没问题。哎呀，这个太棒了，上面都是很牢固的吧，这个很牢固，很牢固。接下来就是我要去拿快递，去拿快递，然后把我的东西该打包的全部往上面装。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拖车钩，我把它拿下来。哇，这个很棒啊，很结实，这是装在这里的太阳能的线，给它装起来，固定起来。这个太阳能的这根线我插上去了，这个是有这么长哈，这有这么长，该怎么弄啊？这样子叠进去，叠进去也行。然后再把这边这个插座拔下来，拔下来插到这边来，哎，插到那边去。现在用这个，给那边充电的时候就用这个电池。骑行，所以是交换，我看今天能不能把这个电充满哈。现在这个是充多少？4.75，这个速度也很快啊。现在骑着这个新车子去拿快递，基本上都装好了，包括那个假手机的支架，
夹子都安装好了，快递大大小小基本上就拿完了，还有一个小狗吃的东西还没到，最后一个快递，啊，这个就差不多了，应该不会掉下去吧。在这个路边顺便买了一把锁，这把锁还可以啊，结实，到时候随便往哪里一插，插在这里面也可以的。这个锁还是有必要弄一个的。回来了，现在来拆快递了。这个是我的一个床垫，就是新房拆的一个床垫。这是一个行李包，防水的。哎，怎么只有这么一点大呀？我来试一下，这个是用太阳能，这个直接给它充，看有没有充的。哇，能充！哇塞，我把这个灯打亮一点。我直播的时候，我手机放在这里，后面直播的时候，边骑行边充电，都不怕它没电了。哇，太给力了！这个是一个支架。朋友们，现在是下午的快5:06、5:30了，我再骑一下这个车，然后。那位小姐姐她又要送吃的过来，我的天哪，姐姐，那我先测试一下车子，明天还要，这两天我会骑着这个车子好好的在坎里市骑行一下，然后我的那个家就放在这里等小房车了，小房车过来之后我就把那一套看是卖掉呢还是寄回家。哎，孙光，孙师傅。哎，吴哥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我想问一下这个车子我收到了，给你看一下，车子收到了，很漂亮。等一下，我翻个。我看不到啊。等一下，我翻过来。这个要把它勒出来。哎呀！今天又有好吃的了，朋友们又有好吃的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啊，这是你的。太高兴了。这是你的。哎呀！今天又有好吃的了，朋友们又有好吃的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啊，这是你的。太高兴了。哎呀，这个是哥哥的，又麻烦你了。这个是哥哥的，哎呦，你看他高兴，你那些粉丝啊，啊，那个眼睛太尖了，说我穿拖鞋，先给他们讲哈，我是下车才换的哈。什么是穿拖鞋？说我穿拖鞋开车没有？今天是雪降鸭，你拿那个火来煮一煮啊。哎，我把它煮不下来，你看它煮不好翻。哇塞！这个你拿着。不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那个沙琪玛，然后还有那个薯片，还有那个蛋面包，你不要搞那个一天只吃一餐的那种，快点，可能还讲完。好，来，我家乖乖抱下来。哎呀，你看他现在不咬我了，你看。现在开心，他知道是有吃的。美女小姐姐送了这么多好吃的，还有铁锹的，总是铁锹的也带上了。铁锹的是我那个，就是那个杨大伯他家做的。啊。没有办法煮，你都是吃杂粮。对，我吃杂粮的。会养生，非常会养生。哎，那我等一下弄了。啊？哎，你等一会儿煮来吃嘛，也有酸汤。好，我把这个给它装一下就好了。装好了。马上就好了。这个车子你看，嗯，这样子的。可以的，比那个车房大一点，大很多了。对。这个坐的地方都舒服一点。坐的有宽敞。哎，还是你宽一点。嗯。对呀，你不要那么辛苦。这个，对，就是在完成梦想的过程中也别那么辛苦，这里宽很多。对，这个做起来就是人。这里是铁锹的。对，铁锹的。窄不窄？应该不窄了。可以把那箱子搞长一点了。对对。铁锹瘦，他这个，我家铁锹身材好，是不是乖乖？呵呵呵。啊，铁锹身材好。你可以把它放下来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帅哥，没有，我家狗狗很聪明的，他知道那个狗狗比他大，他不敢跑啊。啊，我把这个先搞给你了。看看，嗯，哎呀呀，哎呀，你看我们家的有点烫。哎呀，刚刚吃的好香，是不是有点烫？慢点，等一下吃慢点，让他别急。洗了个脸，洗了个手。小姐姐这几天都给我送吃的过来，咋整？去把这个饭吃了。车子已经搞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等房车，房车。明天会寄，明天物流大概3天左右就到这里了，然后
我这个车子到时候是卖还是卖还是不卖？卖了。卖了哈。你留着干嘛嘛？这个东西，我看那个轮胎都是一样大的。轮胎都一样，防吃的。哎。功能都一样。对呀、啊。然后就是它这个座椅就座椅宽大。对，喜欢的可以换一个宽一点的嘛。嗯，这个可以换，它那个都可以换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座椅可以换个宽点。这个水箱、这个水管是干嘛的？装水的。哦、我明天这里还可以装水、啊、我明天去改一下这个装水。嗯，我们这里锯掉。不要那么、哦、意思这个还需要水吗？不需要，就是我自己让它加装的。哦，有一个水的话干嘛呢？有什么作用呢？洗碗洗什么东西。哦，意思你就自己有个水箱、嗯、对。哦，就把这个空间给它利用起来了。哦，可以是吧？对，你要不你就先吃雪酱鸭，然后呢你再煮这个白菜，还有这个龟点吧。啊，这位小姐姐点的菜，哇，我现在没吃，我都忍不住了。本来我想给你搞牛瘪的，但是我怕你吃不来。牛瘪是什么？牛瘪和羊瘪就是那个牛，它那个吃那个草，在那个地里面反刍以后呢，又把它那个草拿出来煮那个火锅。一般人呢吃不来，但是可以治胃病。啊，这个是生菜，不能吃。嗯，这个是生的白菜，这个要煮在里面的。没事。不能吃生的，这个你还没有拿火煮，你就我搞点火，搞火吧。对，要不你就先这样吃，然后吃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再放点火来煮。用那个汤煮一下这个。对，就是拿这个煮这个才好吃。三天不吃酸，走路打捞穿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三天不吃酸的，走路就走不了。助消化。对，就是开胃嘛。像那些大城市，不是一吃饭之前要吃开胃菜吗？这就是开胃菜嘛。朋友们，这个饭量越来越大了，这样麻烦了，有点。你吃了，然后吃不完，你不要一次吃完，吃一半，然后晚上又吃宵夜嘛。晚上直播再吃。哦，对，不要一次吃完。我看你那个一天只吃一餐，你们行吗？一个大盘子饭，这样不行的，身体要好。饭要按时吃。OK， 好，感谢小姐姐的热情款待。不要感谢。我先开饭了，吃饭。不要踩着，等一下。你也凑热闹哦。我家好多个。你也尝一点。不要。一点都不尝。我不吃，我是吃杂粮的。杂粮吃哪个？五谷。对，就是那些糙米啊，那些红米啊、黑米啊那些。我们女人嘛，有时候爱美嘛，爱身材嘛。我每天都要健身的。所以你看，我到6:30左右我就要回去了。我6:30跳操。都没看到什么，像那种啊，我以为是肌肉。没有，我们练那个锻炼身体，就是一个是，哎呀，其实叫你陪他。嗯。拜拜。你这个就是抛一下就好了。啊，没事。磨一下。哎呀，这刮刮蹭蹭的是经常有的。跟我那个是一样的，他磨到这也是磨到这里来了。这个不深，没事。对，只要不是人为的，然后呢，不小心的都没事。好嘞。哎。小布林。你不要磨他嘞。我不磨。他有点那个年纪大了，他有点糊涂。嗯。他就是那种，因为他原来被别人主人扔的时候，肯定也是被打了嘛。嗯。所以他来到我们家，他就指认我们主人。你这个车空间大。做好事。你比较善良。做好事。又漂亮又善良。相由心生。对，这小姐姐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哎呀，美丽落落大方。好，你开慢点哈。你看我要停了都不舍得我。对，她一直看着。没网络啊？我来。不。2块钱吗？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扫不了。哦，这个牌照就出来了。我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嗯。这个密码你没摄像吗？我那也没拍到。拜拜。美丽的小姐姐给我又送饭来了。
太好了，他现在要去健身了。好，他给我送了这么多好吃的，我该怎么整呢？交给你们了，朋友们，你们给我出个招吧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呀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今天是8月22号，提车的第二天。现在我想去，把这个拖车钩装起来。拖车钩它这个需要那个什么东西把它压进去，用设备。这个我真的实在搞不进去。厂家本来说帮我装好了，他们说，打包的时候不好打包，没有装。我把这个拖车钩，带上这里，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然后这个车胎好像跑慢起，几天停在这里，这车胎又瘪了。我到时候把它拆开补一下，然后就出发吧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出发了，我现在去那个专门弄水管的地方，就是把我这个水箱弄一下，弄美观一点，弄成盖有盖子的。正好我问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弄。哎呀，我那个车那个可以弄一下吗？那个就是那个水管水箱。你说一下看看啊。好，好嘞，那我在外面来等一下。老板帮我弄了之后，他让我试一下这个漏不漏水。没有漏水，不漏 OK。 然后这里打开，你再看，应该不漏吧。不漏啊，不漏就装上去。这个盖子不漏水，刚才测试了一下，没有问题。现在老板在帮我这个锯这个水管，真棒。回来了，看一下，铁锹没有缠住啊。来，铁锹，过来，啊，好。喝水，这里喝水，好了，来。放水可以啊，这个洗锅洗碗很好啊，杂质全部冲出来。哇塞，哇去，看白的全部出来了。铁锹，现在是下午6点，我去买东西回来给你吃啊。我这个电是100%，哎，这个镜头还有点虚啊。现在去找一个快餐店都没看到哎。这里找了一个自助餐，这个菜是13块钱一个人，应该是管饱。好久没吃青菜了。给铁锹也打了一份，他得给他10块钱，我吃的是自助餐13块钱。铁锹，我回来了，开心吧？我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了。哎，打的肉、鸡蛋、饭拌起来，还有那个什么脆骨啥的。铁锹，天又黑了，刚才直播直了，进播了。进播10分钟，那我就现在洗澡去了。铁锹，把门看好啊！洗好澡了，哎呀，哇塞，好舒服！晚上你在外面睡啊，今天晚上行不行？上半夜让铁锹睡外面算了。我进来了，哎，我上场了。铁锹，把门关一点。哎，今天雨伞就不弄了，就把这个挂在上面，挂在这个上面。
雨伞就不用了。OK， 留个缝。铁锹看我上床睡觉了，他也就不闹了，他也趴在地上睡了。铁锹，铁锹，睡过来一点，到这里来。算了算了。